三星色公公特别用纪念的。妈妈拍这个长得瘦呀。哦，对耶，你们哩，阿妈有门铃啊，这个是干嘛？你们立马走路哩。妈姑说，爷爷三星色公公门铃嘛，不用背他哩。哎呀，我特别，我这个是干嘛？你爹让我特别纪念，我妈都给收你啦。哦，阿奶，特别我妈我来比较纪念，不用你那个。嗯。那拉腿都没。来给小朋友介绍一个什么呢？老妹妹老阿婶，那可能你要训练你阿哥了。他是男的，第二个第二个是男的嘛？是耶，三妹三哥没去拜谢。什么路段？因为我要先比比武，明年做实体的比武，三妹三哥你比武，三妹三哥你武，明年你当参加大金牛的嘛？婚礼比他要去拜谢。今日咱们路，这个道路你呢？开门生日来的，这三妹妹的。